红衣的死跟王墨林、金石台、华天都都脱不了关系。现在你与清雪出身同门，为了不让清雪在门派中难做，暂且先饶你一命，没有下次了。滚！好好好，不过有听说，你今天打的不是我金石台的脸，而是仙道神门的脸，你会后悔的。你敢！红衣的死绝不能就这么算了，羽化南外门弟子方寒，为红衣来取你狗命。